那阿布真的有跟，好像在有在一起。你干嘛问我们两个？好无聊啊！是真心的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吗？真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荧幕情侣啊。谁跟你讲的？大家都知道。荧幕情侣。糟糕，阿布怎么害到自己？两分十秒。回答，阿布怎么害到自己？两分十秒。回答，阿布怎么换药？回答，要回答。他要你回答，你回答。你回答看看呢？郭兴哦，早就有在一起了。什么时候？我觉得他讲的八卦都不会准。你看他每次都骗你。哪有？都乱讲一通，然后又不带你去剪头发，因为我觉得心里他在节目上都乱讲话，就是故事都用掰的，因为通告上太多。屁嘞，那小三吧。哪有那么多故事可以上通告？那以前他被人家说是线手啊，你有没有问过他？ 哦，这个我都直接叫那个宪哥表姐夫。真的假的？哦，所以你后来有遇过宪哥？上节目的。上节目频道，然后叫他表姐夫。对。那宪哥说什么？没有啦，宪哥说小孩子不要乱讲话。那姐姐有让你看过宪哥送他的包包吗？没有哎。那你知道宪哥有送他包包对不对？嗯，新闻。哦。 哎呦，现在剩下一分多钟的头发，一分一分十秒，头发也要用啊！哎，我睫毛还没夹，哎，你要抓紧时间啊！哎，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哦，你现在装这样就 OK 了吗？快的方式，赶快把他的头发弄好。时间真的不够呢，嗯，有人就可以，我们就规定五分钟，你是也有疑问哦，而且有人五分钟三个圈呢。对呀，赶快弄好。大概弄一下就好。不过我很看好心仪在这一趴。 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男朋友，哎，造型哎，他在节目上被人家说怀孕，以后你会不会真的这样？有哎，之前有怀孕。谢谢你，妹妹真的有怀孕。哎，再粘一个睫毛，你们刚跟我讲话五分钟。等一下，停时间到了，等一下，你要被我们干扰，没话说，来，妹妹来，就一个，妹妹来，就去配音。你看。 前辈，真的啦，你们刚跟人家干扰，好不好？一个就好，我们其实是很宽容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让你眼睛。对，不然让心里。好好好，来吧，我们到前面来。好干哦，站上台。累死了啦。给那个胶还没干呢，天哪！老师们，哎，这是你感到老师。好，老师看看姿势。好，这个妆，然后呢，妹妹转一圈，嗯，让老师看看你的头发，来转。好的。 哇，这个让我想到古时候的那种，以前人说那个什么垂髫还是什么垂髫，小朋友留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，没有，刚才可能想再抓松一点，因为这段时间不够，来不及。好的，大概现在老师们都准备好了，请小娟老师给灯，哦，一个圈，一个叉，哇，这我是两叉，三饭。 哇，只有一个圈呢，那就先不用弄了。已经设定要失败了吗？对，让人挑包包好了。可是我觉得新会要是等下来。